嗨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回到这一期维多冥想。今天我们呢，来一起连接快乐，随时随地可以通过这个冥想，回到我们很快乐、很安全的状态。这一切呢，只需要十几分钟，我们静下来，坐在这里，和自己重新连接。现在就慢慢的闭上你美丽的眼睛，交叉双腿，背部坐直，向上，可以借由一个靠背的帮助，稳稳的托住你，或者是平躺下，展开你的手和脚。平躺着的时候，感觉全身能量是畅通无阻的。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快乐时光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调整呼吸，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。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做10个深呼吸。感觉到脊柱是向上、挺拔、畅通的，自然而然的深呼吸就好。呼气的时候，把嘴巴微微的张开，发出“啊”的声音。非常好，感觉到这些新进来的空气，带着美丽的氧气泡泡，进入我们的肺，走到我们的血液里。我们的肺部很自然的展开，接纳了更多的空气，心脏也慢慢的平缓下来，感觉到更多的安全感。接下来呢，就请你和我一起动用想象力，想象着你坐着一架直升飞机，直升飞机在云层里面飞，天气晴朗，天空蓝蓝的，你周围的云。是软软的，白白的。你能够看到金黄色的阳光，你也可以透过云层看到一些蓝色，一些绿色。你好像能够闻到一丝咸咸的气息。现在你感到直升机开始慢慢下降了，听到直升机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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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，啊，哎，这个直升机下降是要去哪里呢？
现在完全离开了云层。这时候，你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个小岛的轮廓，周围是碧蓝色的海水，小岛上面是茂密的森林、洁白的沙滩，还有很美的房子。现在直升机慢慢下落，温柔的把你送到沙滩上。在这个岛上，可以让你尽情的自由自在的玩耍。想一想，你会在这片岛上做什么呢？你仿佛能够听到岛上的小鸟叫，海滩上海浪的声音，周围的小朋友嬉笑打闹，还能感觉到温暖的风吹在你的脸上。你走到一把太阳伞下面，看到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沙滩椅。沙滩椅边上还有一个新鲜的椰子。请你毫不犹豫地坐上这个沙滩椅，懒懒地躺下来，喝口椰子。感受那种甜甜的、清新的味道，哦，弥漫在整个口腔里。海浪声、鸟叫声、快乐的人，充满了你的整个世界。阳光洒在你的脚上，你的膝盖上。腿上、肚子上，洒在你的胸膛、你的小脸，洒在你美丽的身体上。你躺在这里，感觉好舒服，好放松。海浪的声音非常有节奏。啊，你感觉到整个人都软下来了。在你上直升飞机之前，身体里那种紧张、焦虑的感觉，现在都被温暖、舒展、放松全部替代了。你只感觉到你是一个可爱的小生命，在宇宙为你准备的这片小岛上，感受这种宁静。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事会来打扰你。你感觉到这种不一样的。让你放松的现实了吗？你会感觉到你的上半身，尤其是心脏这里，会变得放松下来了。你的胃也不再紧缩在一起，它们也开始重新变得有节奏的舒张。收缩，充满弹性，充满活力。你就是有这种能力。
只是用想象力就可以马上改变自己的感觉。你发现了吗？并不需要真正把你送到小岛，你才能够感觉到海浪。刚刚，我仿佛觉得自己就在海滩上，周围就是宜人的大自然，而我的大脑也因此觉得更放松、更平静，一切都好。你，我的朋友，也是有同样的能力，甚至更强大的能力。只是通过你的想象力，就可以让自己来到你想来到的任何情绪、任何状态。下一次，当你感觉到压力山大，有些难以应付的时候，请记得，今天的快乐岛屿时刻就在你的脑海里。你需要的时候就召唤它，它马上就会出现，它一直都在等待你的召唤，因为你就是可以主导你的心情，你就是可以改变自己当下的感觉。你就是这样强大，你永远都是在感觉，你选择去感觉的。现在在岛上，我们来邀请一个朋友，或者一个家人。任何一个你想和他在一起的人，想象着你们在岛上快乐的、自由自在的，你们会做什么呢？你们有无穷无尽的预算，整个岛都会为你服务，你们会怎样享受时光呢？看到你自己开心极了，你看到他也开心极了，你们两个人的嘴角都不由自主的上扬。现在我们来拥抱一下吧。我们也用手臂抱住自己，抱一抱，跟自己说，我的世界里一切都好，都是安全的。有些时候只是我自己吓唬自己，没关系的。摸摸你，there there，抱一抱。从上往下抚摸你的手臂，就像你会抚摸一个小孩子，让他安心，让他不用怕的时候，你会做的那样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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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怕了，我在这里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我们慢慢把手臂放下来，看着那两个快乐的人一蹦一跳的跑去玩了。我们现在也摸摸自己的小脸。要跟自己说，一切都好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心情，我有主宰我情绪、我的想法的能力，
快乐到我想来就来。一切都好。现在我们就慢慢的睁开你漂亮的眼睛，它有神湿润。睁开以后，看一看你的房间，你的房间有没有看上去比刚来的时候显得更大了一点，更明亮了一点？你的视野变得更清晰了。把刚刚脑海里面出现的快乐和安全，想象着自己是一座发射塔。你刚刚在冥想过程里，已经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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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把整个房间都布满了这种能量。感谢你来参加今天的冥想，希望你接下来的一天过得快乐、幸福。我知道你一定会的。和你们下一次见。